那跟大跟那个经营上面会不会有什么理念不同？理念不同不会啦，因为其实那个前期该吵的都已经吵了。最激烈曾经吵到怎样？吵到怎样？退股吗？吵到退股吗？不会不会，你说我生气然后突然说我要退股，神经病。不是大梗，没有，都不会有人讲要退股，就是大家是理性的争吵，就是顶多是不讲话而已。那冷战这样冷战了多久？冷战多久？一直都没有好过啊。一直都没有好回来啊。餐厅的状况究竟营运怎么样？什么样的状况？你就是业绩啊，业绩。坦白说，疫情之后真的有比较让人家舒服一点点。否则，因为我们挺过了那个最艰难的时代，那现在开始慢慢稳定。那不敢说生意好啦，就是说，我自己定位都定不到。那跟大跟那个经营上面会不会有什么理念不同？理念不同不会啦，因为其实那个前期该炒都已经炒完了，现在大家就是看到，其实我觉得做生意就是这样，就是你亏钱的时候就会炒这样。你赚钱的时候，大家就还好。最激烈曾经吵到怎样？吵到怎样？退股吗？吵到退股吗？不会不会，你说我生气，然后突然说我要退股，神经病。不是大梗，没有，都不会有人讲要退股，就是大家是理性的争吵，就是顶多是不讲话而已。那这样冷战了多久？冷战多久？一直都没有好过啊，然后一直都没有好回来啊。